我是 Man Club 的 Mina， 今天呢就带大家来这个年宵花市去行一转的。咁我本身就想住咧 ，suppose 行一不会很多人啦，但是点知见到个个都冲晒过嚟年宵花市呢一度，就醒起，今天大家都收炉了，但是点解我仲喺度呢？因为我未收炉啊，仲要我而家病住都仲要过嚟带大家采访，所以非常之生气，仲要好鬼晒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就兜一圈睇下究竟入面有啲咩啦。我觉得呢个都几可爱啊，其实不过我谂未必啱啲仔。咁我哋而家就嚟到呢一档啦。咁呢一档其实我见其他 media 都有介绍过，所以我都唔执需要介绍下。咁佢有咩特别呢？佢就好似嗰一个咧 Toy Story 嗰个豆豆咁样，但系佢入面咧就系放咗马骝。是啦，好得意嘅馬騮仔。咁同埋其實佢除咗馬騮之外咧，佢都仲有其他公仔嘅，例如阿愁啦，仲有男孩子喜歡嘅有 Spiderman 啊，呢一啲都有嘅。咁我覺得都男女都啱用吧，呢一個都幾得意啊。係啦，咁我又發現到一個新嘅攤檔，其實我唔知係咪新嘅攤檔。好啦，就係佢係 Cushion 啦，然之後係童星點心面，咁有。有这个红仔饼之余啦，它有男版和女版的同星点心面，你看看这里还有波啦，是啱晒啲仔仔自用的。我们现在在香港发现到富士山啊，还有那些会浸温泉的马骝啊，但其实呢我无啦啦过来这里不是因为马骝，而我见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，我之前在网上面都有见过类似的，是颈枕来的。它这个呢是一个蛤的颈枕来的，然后呢是可以这样睡觉，我觉得很可爱这个蛤的颈枕。这一间 Animal 呢，我见到又是其他 media 都有介绍的，所以我都不执书讲一下。那它就好像那些呢电子化了的公仔这样，就是起晒格仔，很有平时小个打机的一种 feel 这样。那它最有趣的地方呢，就是它隔离那里是真的有埋个布景板，可以一起影相一起玩的。那我就见到呢，这里就有一些啱文青用的 product 啦，就例如是这个香港人很有文青 feel 的公民袋啦，扮公民袋，同埋呢一个又是文青最爱的 tote bag， 还是纯白色咁样，再加埋香港人三隻字。咁如果你是真香港人的话咧，就唔好 miss 咗呢一个袋啦。另外我见到咧一啲好得意噶，佢呢个系招招嚟噶，佢呢个招招咧，佢其实是一个笔袋嚟噶，层层咁，但系唔知道可以装到几多笔啦。我看到是我最爱的芝士，它还有说全港唯一得奖芝士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呢？我觉得它的芝士都很好吃，其实我刚才呢已经吃了一堆，不过为了再剔回几个镜头，所以我再吃多次。还有呢，它说这一只芝士是拿奖的，这个是龙味山羊奶芝士。山羊奶芝士它比较酥，我刚才吃过是比较酥，如果你们都喜欢酥味的话，这个拿奖的芝士都值得推介。我觉得现在它说要送朵花给我，它说因为我很漂亮所以要送朵花给我，咳咳哇，多谢晒！你看它是好像康乃馨咁样的，不过都是芝士，所以我要食咗它。我本身咧系想介绍大家呢一个木制嘅挥春，我觉得好得意啊！又等埋发叔啦，跟住脱毒成功，我觉得脱毒成功好啱 Man Club 嘅各位巴打。然之后咧，点知俾我望望下咧，就发现到呢一个 Star Wars 嘅杯，仲有埋吸管。我啱啱见到有卖烟筒啊，好得意啊！你睇呢条卖烟筒几得意，唔知可唔可以用公数买嚟，跟住做 giveaway 啦。嚟到呢一个档，我就想介绍一样嘢，就系呢一个本小姐私心大爱嘅坤哥烧卖 cushion 咯，因为其实我好中意坤哥噶，可唔可以暗马底请佢食波饼？唔知佢 feel 唔 feel？
你睇有佢笑嘅一面啦，又有佢喊嘅一面。呢一個咧，我見其他 media 都有介紹，係啦，又係捉人哋口水尾數。咁呢個咧，佢就係佢表面就係一個普通嘅動物 cushion， 但係其實佢暗馬底係。在中指箍唇啊，好得意哦！佢其他隻都有中指噶，你睇下，系啊！哎呀，又再讲咧，有坤哥嘅 product 啊，不停喺度 show 我大爱嘅坤哥。我见到有扮 Jumi Jumi 嘅宠物小精灵，有比卡超，有卡比兽。咁嚟到呢一个年宵花市，其中最注目嘅摊档之一啦，就系一百毛嘅西毛记，亦都系我以前工作过嘅一百毛。哈哈，咁本身我谂住集邮噶，睇会唔会撞到盘菜形子佢哋，但系见唔到。喂，呢档好笑啊！有吉他他老伯啊，我前排喺度煲紧咕噜咕噜，跟住我。現在看到吉他他老伯是奇玉老師的拉姆啊，我們之前 Man Club 都有介紹過這個拉姆啦，現在有版給你看啦，它有些很有趣的 Tool Bag， 因為我個人很喜歡 Tool Bag 的，如果你沒有錢買波衫都不要緊的，因為這裡有波衫的 cushion，你看它赤裸上身幾有型，它是不是路飛的，它我拆了我拆了不要緊啦，照看看 One Piece 做什麼，我沒看不懂的嘛，路飛啊，現在我沒說錯了。剛剛 Mina 走走下就突然之間拉埋攝影師衝來這個檔，為什麼呢？因為我看到很多紙筆在那裡，好得意啊，很多 pat pat 啊，其實我對 pat pat 真的沒有什麼抵抗力的，尤其是柴犬的，這個是歌姬的 pat pat，他就說這個是德國製造的吹波膠，然後他就叫我買回去玩，這樣掂落的觸感我覺得它很膠咯，是這個吹波膠，它摸落又真的很膠，然後它是德國製造，而且是沒有什麼沒有有毒氣體的，可以買來玩的。日本乾柔丸卡哇伊呢，不過它就不是日本製造，它就是香港製造的小華製樂，就不是小林製藥了。文青 Mina 就當然要介紹一些文青東西啦，我一來就見到這個很好的歌詞毛巾是啦，咁佢有好多歌詞嘅，譬如記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個夜晚啦，你不放下我，我不放下你啦，然之後有遇怪魔我即刻變大個，全部都係好有共鳴嘅一啲歌詞嚟嘅。我成日咧喺嗰啲日本動漫嗰度咧睇嗰啲咩祭典啊，跟住嗰啲著住浴衣嘅女孩子就會食呢一啲蘋果糖噶啦，然之後我成日都喺度睇，覺得好似好好味咁樣，但係香港之前都好像未發現到，其實應該有的，不過是我懶得去找的啫。又是 Mina 最愛的文青系列啊，佢就有分袋款啦、tote bag、貼紙同埋啲卡款咁樣嘅，佢都是很有香港特色啦，例如是快面西過荃灣西，跟住是過水廟過車公廟，然之後有咩啊？真的不見觀塘不流眼淚，我要買這個啊，我公司是觀塘的，如果你們想買東西給我的話可以寄去觀塘給我。我見到一個很漂亮的月曆，它是一個立體月曆來的，它就是可以這樣即是show回一個個月出來啦，咁同埋佢嗰啲 background 全部都係香港嘅嘢嚟，佢有一啲咧係擺設，係一啲都係香港嘅特色。我見到識發光嘅好一朵迎春花，佢仲識發光，咁夜晚你佈置間房或者間屋嘅時候咧，就可以好閃靈靈發光咁樣。有好多好得意嘅畫啊，同埋咧佢啲公仔咧係有馬騮衫著緊嘅。你看不看得出他有什麼啊？我本身看不出的，我還在說我覺得很噁心很噁心很噁心，然後我看到個牌，他是煎釀三寶來的。
我哋而家嚟到一个果栏，有菇啦，跟住有咩啊？有白菜同埋 Mina 最爱嘅薯仔啊！同埋我見到有人好得意、好得意嘅嘢，我覺得非常之啱男士嘅，就係呢一個工具筆。原子筆嚟嘅超可愛，同埋佢唔貴喎，佢15元咋，跟住咧40元三件啊！呢個係我會入手嘅，因為我覺得好得意同埋好實用嘅呢樣嘢。又係嗰啲扮 game 嘅 cushion 公仔啊，呢次係象仔。同埋咧，其實我過嚟呢度唔係為咗啲公仔，係為咗啲孖煙通。唔該，聽一聽呢個道理，睇下有象仔嘅孖煙通啦，長頸鹿咧，同埋河馬，我覺得都幾可愛。唔知道有冇男士喜歡呢？我見到一個韓國即食嘅撈飯啊，係咪撈飯啊？佢因為佢個樣睇落好似印尼嗰個 Indomie 咁樣，但係佢原來咧係韓國嘅撈飯，跟住仲有韓國嘅魔術炸雞粉啊！我冇諗過會喺年宵見到呢一啲嘢嘅，同埋我見到呢個好得意啊！這個呢一個咧，佢係茶包嚟噶，跟住佢係嗰個茶包公仔咧，會晾喺只杯嗰度，好搞笑。哇！呢個動作應該會騷到我嘅36E啊，我覺得。但有人認得我，有人認得我。耶！拜拜。